愛人咧，神就會將聖靈嘅恩膏賜俾你。其中有一幕咧，可能有啲人唔知會唔會適應到，就係、是、嗰個人咧又笑笑碌緊，因為喊，因為又笑，因為又喊。點解又笑又喊咧？佢笑咧喜樂啦，喊點會喊咧？因為佢咧就佢啲憂傷啊，即係佢或者同埋知罪啊走出嚟啊。咁啊喊下又笑下，喊下又笑下嘅。咁咧亦都係嗰啲人好放啊，即係其實喺我發覺咧去。不同國家，我去過好多國家咧，反而大陸嘅有啲地方嘅人咧係放得好，即係好隨，即係唔計較嘅。有時嗰啲地下好污糟，佢個地下碌來碌去都唔計較。即係呢樣嘢咧，我喺非洲都見唔到啊，即係冇咁樣嘅情況。非洲咧，佢就邪靈彰顯，就唔係好似嗰啲人咁放，好難經歷喜樂嘅。但係喺大陸就好多人有經歷喜樂。咁咧亦都有一個人咧，佢有邪靈咧，佢就硬曬。咁佢硬曬咧，佢又。即係佢又好驚啦，咁但係咧佢肯信服神嘅，一話信服神咧，即刻佢隻手就鬆咗嘅，咁啊就見到天使喺度拍掌，咁呢度咧就係有即係嗰個過程，我都會稍微解釋一下嘅，可以開始課。释放出来，奉耶稣圣名，所有的捆绑，我吩咐你离开，所有的伤害你要离开，神释放我们的灵，医治我们的心灵，完全的释放我们，耶稣完全的释放我们。这个时间只系四个字左右，几个字嘅啫，即系个时间。I feel different.
我需要受到我的。你让我分你，我你感受圣灵来，先望走。 再開先得㗎，如果唔係，第二。